没关系啊，因为不是那么的重要啦，重点吼是这个夕阳这一道有没有这一道的感觉，所以等一下哦，我们可能会以这一道的感觉去做，那从这边一直发光出去，一直发光，一个画圈圈，一个圈圈出来，就是这样就结束了。那接下来吼这个船好，我们大致上吼分成几批嘛，第一批是这一批，好，这里到这边这是第一批，这是最前面，那接下来是这里一批，好，接下来是最后面的这一道，那当然最远的还有一道啦，就是这个最细的这个而已，就这样就结束了，应该说四等份啦，应该说会变成四等份，就这样。那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齁，前中后，然后注意这个造型，这个水就是水的造型，好，这边有没有越来越窄，越来越窄，你不要画反了哦，你不要一样一比一一比一，因为这样子吼没办法做出那个深远的感觉。那它这个概念是什么？就跟我们在画那个透视的概念是一样的，你如果画一样高，它会产生一个状况吼，就是说构图上面吼如果一样高它会怎么样，就是说它这样，如果你这边都一样高，它不会有透视感出来，有没有？它不会有透视感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这样呢，这边比较窄，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宽，这样是不是比较有透视的感觉出来？所以你要注意哦，你这个造型这边的距离，每一个的距离，哦，它的间距上面是越到后面越窄越细。好，然后这边记得哈，这两边不要有对称的，哦，尽量有一点上下差一点点的感觉。当然，因为到后面哦，感觉都变一直线，这是一定的。但是你尽量也要给它有一个参差的感觉。例如说，这个区块有没有这边凸出来，在这边，那你后面如果还有一层的话，那这样就代表这边还一道会转到后面去。哦，你要让它都可以转过去转过去，不然的话你的整个会变得有点封闭，那虽然看起来整个构图很简单，但是你这样会很难画得出它的一个变化性出来。好，哦，那上面云就稍微简单了一些的啦，好吧，哦，好好，那你有没有问题？哦，看起来大家问题并不大。好，那大家构图不要构太高，你可以再构低一点，云彩画多一点，因为这一张云彩画多一点，一定会比下面更多更精彩，好不好？可以再低一点也没有关系哦，好，刷水，整个都刷水。可以啊，啊，船不用画那么多，不是比较开心？啊？好，整个都刷水哦，哈，好，然后让它吃一点进去之后，你可以再刷一次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它维持的那个水的感觉就会比较慢干，这样你会比较好做，好，就是说你就再刷一次，好，好，那我时间我不会用到花那么久，可以用刷的比较均匀，好，来接下来哈，直接用这个。来，直接彩度很高很高上，不要怕哈，哦，你不要觉得哇，哦，好浓哦，我很不习惯，因为它会褪色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哦，哎，葛黄进来，哎，差吗？很像柠檬，有点加到绿绿。对啊，哎，你们用葛黄，因为我这不是葛黄。永固。好，然后那我会加一点点那个朱红进来，让它变有点像比较偏橙色一点点的，啊，哈，哦，好。直接上，全部都上，全部都上，不要留那个太阳，不留太阳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点灯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点灯啊，哈，先这样，好，绕圈圈，颜色记得浓一点哦，哈，葛黄浓，多一点，葛黄多一点，好。你要画得够浓，因为你不够浓吼，你没有第二次机会喽。是。因为你第二次再上吼，颜色其实饱和度是不高的，所以不要想要再上第二次，
哦，一次可以上完就一次做一做就好。也是全部给他。哎，都做做一做就好，因为反正它是黄昏，它所有的颜色都会带那个调子进来，所以你根本连留都不用留，好不好？好，就直接上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再上朱红，再上朱红，再上，好，再来。我开始去做一些变化出来。老师，朱红直接用那个橘色的，就可以。可以哈。可以，来朱红再来哦哈，再加，反正就是比较偏橘一点点调子。好，开始做云的感觉，我开始做云的感觉。好，太阳哈，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叫出来。好，先叫他先休息一下。是。再做哈，来这边先刷哈，你就一起做，一次把它做完就好了。好，再来，然后再加一点点 Opera 的颜色进来。哎，对哦，就不用了。哦，对，没关系的，加就加了啦，是。还是，我们一定会加的。不行，就加 Opera。我们就是，不可以让别人说中。对，没有。哦，这样子，是很漂亮。对啊，但是我们就是不想照着别人的步伐去做。哦，任性。好，那我们带一点点那个薰衣草色进来。哦，都用大笔哦，不要用太小的笔做，因为太小的笔做容易出现太多的水痕哈。好，加一点玫瑰红进来。啊，这样也跟加奥普拉是一样的道理。对呀，眼睛还比较亮。不想。任性。老师很配，高兴就好了。乱搞。没有人业配啊，所以不听话。来，紫色进来哈，刷到这个里面来，浓度浓一点哦哈，浓度浓一点。浓度浓一点，不然的话哦，那等一下就没有了哦。嗯。我们不要给他第二次机会。好。不要给他第二次机会，一次做到位。朱红。这样好，然后稍微立起来，让它会融在一起。云哦，在这边哈，太阳这边进来。哦，注意那个湿度哦，现在很湿。现在还很湿哦，所以我们选择先不把云叫出来，啊，不把太阳叫出来。嗯，太阳在下面。嗯，太阳在下面，对。哦，您注意那个变化。现在什么颜色？现在是那个朱红加到刚才的紫色的调子那边去。欸，薰衣草加那个玫瑰红加朱红。再加朱红，是，哎，云的那个上面比较上面的区块，哦，云比较上面的区块哦，哎，不是，暗面的地方可能会再深一点，等一下我们会下紫色，嗯，对，但是我们先画上面的区块，就比较橘的那个，对，比较橘的部分，好，先下，这一张看起来应该心情很赞啦，啊，你们的心情一定是赞的。这样，好，哦，好，接下来再来，紫色再来哦，吼，蓝紫色进来，太浓了吼，哦，加一点水，吼，哦，直接，我现在都用扁笔吼，哦，上面比较深，越到下面吼，哦，稍微淡一点点，用扁笔做就好，然后用这个角落，这个三角形这个角落做小点，大的就直接拨，小的就直接这样做，哦，这样你速度就会超快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一整个，然后你稍微有点立起来，它会自动的融合在一起，它事实上是不会很，它就会不会看起来很像一个，它会留下来，嘿，它会把它融合在一起。哦，好，这边再做哈，哦，来这边小地方再来。这点点有点小云，哦，会有一些小云，哦，这样
小云，哎，就是小云的姐姐。你想起谁了？陈小云。小云的姐姐。谁？你为什么不用松鼠？那次当时的飞机。哦，这次哦。不想。不想。但是这次的效果跟那一次差不多。它差不多了，只是说扁笔画起来比较快而已。这边哦，一点点哦，这边变成是上面。所以老师，那个紫色就是暗面。对，上面这里哦。这样，云，好，再来哦吼，加什么？那个，再加回来刚才的颜色，那个，葛黄加朱红，哦，就是葛橙的颜色啦。你再补一些不够暗的，彩度不够的地方吼，哦，这样，好，再来哦，再加深一点。对，紫色再来，紫色再来，紫色再来哦吼，从这边下面往上拨上去，拨上去，拨上去，好，让这边这个云再云层再暗一点，这边的云层一点点就好，这边一些些就好，好，就是上面比较深，下面比较亮，好，随时注意一下这边的状况哦，因为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把那个太阳对，把它叫出来，把它抠出来。就是重的那个地方。就是这里，就是那个水，因为现在水太多，抠不叫不出来。所以你要注意它快干。快干了，对对对，注意一下快干。干掉出来。干掉就用洗的。用洗的。哎，干掉就用洗的，可以。可以可以，重画一张。不会啊，对啊，重画一张也行。不会啦，不用啦。我乱说的。这样，好，云的部分越来越多了哈。来这边哈，直接这个颜色加薰衣草色，哦，直接画船。画到船喽。嘿。动作很快。跟我说的一样。靠近这边比较亮，所以我们把前面这边画暗一点，这样拖上来。就说这张会很快啊，没关系，我还是会坚持到三点的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不需要啦。这样好像在混时间的感觉。没有啦，欸，加一点点哈，带一点点绿色进来，好，加青绿色进来。哦，暗的地方我们加一点青绿色，嘿，因为就带一点绿啊。为什么不带一点蓝？不熟。没有啦，可以带蓝啦，可以啦，绝对可以带蓝，哎呀，就是都是唱反调，别人说什么都说不要，小朋友都这样子。学生在问问题。啊。学生在问问题。但是也可以不要，可以啦，画蓝色是可以的，因为那个你想要做什么调子都可以啊，哈，那你也可以等干了再做会比较好。如果你要做蓝色的调子，我是建议等全部干了打湿再染一次蓝色。全部打湿再染。对，因为把你的蓝色会出不来，而且哦，因为你现在是那个嘛，那个橘色调，我跟你讲哦，你下蓝色调会很变很脏。对啊，会变很脏，因为它是对比色。对，大家记得这件事情。好，不是不想上啊，是因为会变脏啊。哦，是是是是，然后哈。你是在做球给我，是不是？你要早一点讲。对的，你要，对对对，你要做球给我，你要先讲。嘿，因为那个碰到橘色那个颜色会变很脏。嗯。对。那刚刚你。天空上紫色的时候，如果是比较偏蓝的紫，也会脏脏的，也是会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薰衣草色去过渡。对对对，所以都会加薰衣草色，原因就是不要让它脏掉。跟薰衣草本身就是也是一个蓝调啊，蓝调就是爵士嘛。对啊，
哦，不是啦，但它比较不会有那个感觉。你看加的薰草是比较不会脏掉，而且它还维持干净的调子，而且它还可以降材质。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看一下哦、喔，嗯，还是不行。好，我们再等一下下，再等一下下哈，再等一下。要等到反光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等到反光快消失的那个时候，等到了，等到那时候，所以我们先暂时先画其他的地方，反正。不，你随时一直看这里就好，因为你重点在这边，那其他地方干掉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啦。重点在于。啊？对啊，注意力在其他，真的。对。不是，你就把重心放在这里啊。可是旁边还要很认真的 pad。对。很认真的 pad。可以啦。对。水彩最难。水彩没有那么难。你是说水彩最难？对啊，所有咖啡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自己好、哦、是是是，好可哇天哪，我这是自作孽。可刚涂加的那个，加一点那个土耳其蓝，土耳其蓝，多加一点点土耳其蓝，嘿，现在补讲，在一些比较小的地方的那个小云，老师土耳其蓝不也是蓝？但是蓝的不一样啊，什么？鼠会好像都市。对啊。回答答案。他。我要那个啊。我下一堂课应该还可以来教吧。哈哈哈哈哈。好。都市。对啊。好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是这个调子哦，那我就等一下哈，我这边把它改成土耳其蓝的调子。很湿很湿哦。你是说那个这里船的下面，我先改成土耳其蓝。啊，怎么怎么？干什么？老师为什么是改？就是你前面画错了吗？对。哦，为什么改这个调子哦？哦，好了，只是让它调子变化。例如说，上面是比较红紫色的调子，那接下来变有点橘黄。对不对？那接下来这边又变回去，上面有点相关红紫下，下面再把它变成一点蓝色调，就是让它调子一层一层一层，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差异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样会不会没有统调？你忽然加了这个。统调就是上面的颜色而已。那等一下暗面颜色，我们都会加这个颜色进来，在这个主要的暗的地方。好，这样。我现在赶快做，然后持续关注在于你的上面这边呢，哈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可以弄闹钟吗？不行，因为不知道，万一他想的时候已经过头怎么办？一想就睡过头。还要一直看他。不会啦，你就一直看一下啊。不会啦，很简单的。一分钟，每秒钟闪一次。不用啦，对。今天冷气不冷是不是？对啊。因为今天比较凉，他想要省电。诶、欸？为什么要省电？会背脊发凉。对啊，必有诈。好，那现在加什么颜色？带一点紫色进来。我现在继续做那个船的那个哈。欸，我带紫色的，蓝紫色，加刚才的，加刚才进来土耳其蓝的那一块。嗯。这边哈。那个，朱红加进来，朱红加进来。这个船这边后面的这个暗的地方，我直接加进来哦，哈。是你最近画都是不是很多颜色的，就很多头调的。对，老师一直都是对，所以现在是画这个。以前比较多色彩。对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你就是亮暗面画就好了啦。没有办法乱画。那你来上我的课就对了，因为我们都在乱画。其实没有啦，眼睛看到就是亮暗面而已，不去看它是什么东西。我带了那个红，那个朱红哦，哈，朱红的调子，咦，哦，开始有喽，闹钟没响，但是我们要做了，哦，要做了，
哦，这里你看它有点干掉了。嗯嗯，对啊。就是反光快不见了，但是这里还有反光，所以我们这边再等一下。但是我们先点上面的。刚刚就不见了。对。用清水。用水去炸。对，用水去炸就好。哦，不是用洗。这边不要用洗的，用水去炸就好。用水去炸。哇，等一下哦，灯光渐亮有没有？哦，有没有？就是哦，天亮了。就是水渍。对啊，就水渍啦，就水渍而已啦。哦，有没有？天空慢慢会亮起来。好，那就没有了。好，它就不会打开。它就不会开眼了。它水不要。泰斯就会变很大一颗而已，泰斯就变比较大颗，就这样。那万一吼，你点下去太晚，对不对？它还是会有点开眼，但它开不够大，你旁边再洗一下就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，没有关系。好，不要太紧张，因为事实上没有那么一定就要怎么样啊。嗯嗯，好，这样子。那等一下我旁边还是会洗一下啊。对。哦，还是会洗一下。然后这边吼，再等它干一点，我们这样就点点点点点，它就会再开眼一次。好不好？这样有没有简单？总比在那边不会啦，时间你就时我们重点就是抓时间而已。哎、欸，那其实我觉得水彩没有那么困难，你们要注意就是抓时间而已。我们没有时间概念了。我以为你没时间了。对，我没有时间概念。没有时间，哎、欸，没有时间概念，那要怎么办？不行，这样送终不行。好啦，这我们再等一下哈，就是在等这边，那我们再画其他地方，因为不然，哎、欸，你们如果真的没有，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吸干哈，你就不要画其他地方，你就在这边等，不然怎么办？是焦点，对啊，一直盯着他看。对。刚刚一直就是前面这一坨颜色又比较饱和。对，后面那边就会加一点灰进去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会加那个橘色进去。后面。对，这段会加橘的，然后接下来慢慢是比较再，再饱和一点，然后前面会转成蓝色调的。哦。会用这样。对对对对对，会分成是这个状况。可是你那个船不是土耳其蓝吗？对，没有有再加紫色，哎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它开快要开眼了哦，我们继续开眼。我没有看过你用滴水的，不用洗的，也可以滴水啊，你这样喷也可以啊，就喷成一条。嗯，对，太难，会不准、啊。每次都喷不准。当然会不准啊，谁、啊、会喷那么 准？对啊，但是就是好玩嘛。例如说你这样喷一条，就喷一条，然后这边再洗。新的笔洗洗。哦，这边就会变一条，就灯光，你看哦，它会再渐亮。哦。灯光渐亮。对。有没有？有。它会慢慢亮起来哦，很好玩。老师，你刚刚对不对？清水是吧？清水就好了，你不要带任何颜色，就光清水就可以玩了。哦，它灯光会，就是。那么准呢？啊？没有办法喷。没关系啊，不准没关系，有意识到就好。用点的也可以啊，有没有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一条了。那这样我们把旁边画一画，我们今天就下课了。好。老师，那如果用水笔，滴滴滴。也可以啊。会太大。可以可以。会太低。我怕你们会滴太大滴，你也当然也可以用那个啦，用那个针筒。用针筒。你平常有那个哦？用笔把它擦。针筒也很大滴吧？啊，针筒哦，我也不晓得。滴管也很大滴。滴管哦。滴管更大滴。哦，滴管更大滴哦。我们要玩比较小的。哦，这样。哦，这样。有没有你它会越来越亮哦，它会越来越亮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它会越来越亮。不用去擦吗？融进来吗？要不要拿？它不会融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把颜色都挤出去了，它不会再回来了。那一般吼，你如果先染水，那你旁边染颜色，它会一直往里面运进来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方式它就不会再进来了。但是要刚刚好的。哎，对对，但是要刚刚好的时间，没错。刚刚快
快。不会啊，可是这样很好玩啊，这样很好玩，对不对？不用擦吗？不用，哎、欸，你也可以擦啊，你也可以擦，哦、对，但是不用擦，反正它会自己亮出来。自然。啊，如果到最后不够亮，你再洗一下就好。那如果你真的要倒很亮哦，你进去之后用卫生纸吸一下中间，你不要转很大圈哦，它旁边会变很硬哦，它就没有那种晕开的那个效果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就是。这张就是这个小技巧而已。画完了。我是说这张是这个小技巧啦，还没画完啊。我以为老师画完。对，还没，钱没有这么好赚。哈哈哈对，后面有督学，背脊发凉。群青。还群青哦，群青，带一点点那个。欸、其实就是紫色啦，茜草红，群青，哎、欸，茜草红。老师是加什么？茜草红，群青加茜草红。群青加茜草。哎、欸，这个玫瑰红暗。那个这个暗的地方吼，船暗的地方再来。就是不用全部都做，反正我们就做一点这个感觉就好了哈。嗯。哦，下面这边比较模糊一点哦，所以我们这边你打一点水进来。哦，这边还没干哦，打一点水进来。干了打水就没有用。哎，对，干了打水就不太会有作用。然后没有那个点点。那个。茜草红，滴一些进来哈、欸，水比较多、哦、它会出现一点水渍，没关系，就让它去流。哦，这个是要呼应上面的那个调子。哦，虽然偏那个偏冷，对，偏蓝色调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有一点带到一点上面的调子进来。好，再加哈、哦欸，加一点普鲁士蓝，一点点就够了哈、哦，一点点就够了。一点点布斯蓝，好，那当然还是要再加茜草红了哈。是为什么不直接拿直接给它下去？因为它那个不太一样，彩度会稍微比较高一点。哦。蓝紫色的彩度会较高。啊，所以这样加彩度。彩度会较低一些。哎，比较不会那么突出。对对对。对，很好哦，大家问的问题都很有深度。哦，就是大家可以把你觉得不是很有问题，我们都可以提出来讨论。你就是说、哦、我喜欢。嗯、没有，现在不敢这样说了。差别在。哦，没有，督学在。督学在，我们不可以乱讲话。以前教学指导日都这样，督学坐在后面。坐在后面。对对对对。老师都不敢讲笑话了。對国小都这样子啊，现在还有吗？还有。真的。现在老师都要怕小朋友。也有学校推荐。现在比较怕恐怖的家长。嘿，恐龙家长。都，你说评鉴哦？对啊，学校会有。对，都会有评鉴。评鉴很恐怖。还好，我叫怕恐龙家长。像什么颜色？哈，朱红加进来。哦，朱红加进来，我们画一点。欸、越靠后面哦，我朱红会越带越多。哦，朱红的调子会越带越多。比较暗吗？啊？你说越靠后面？没有没有，后面会比较亮，会越来越亮，因为越靠近太阳啊。你说后面是指哦？我讲后面是指这边，指这个越往后面。这是前面呐、啊。嗯。啊，这个是后面。所以那边要、对，远的地方是后面呢、啊。哎、嗯欸，我们先把定义搞清楚一下。嗯、所以这边要比较亮，这边要比较暗。对。好、哦，这样子哦，好，再来哦，再深一点。好，因为这边没有干哦，所以我这边还是先把它做出来。好、哦，这个船头。我们要等干吗？不要等干，都可以让它干。干了之后哦，画起来会比较硬。对，通常我都不会等干，我都会一直画。
哦，啊，这边不理他了哦，哈，这边不理他，好，这边很复杂哦，也可以啊，那是第二个就是，你如果已经干掉，那你就让它干到底再刷水，那最好是不要干一直化了，哦，好，重点是这样，是不要干一直化，那如果干已经，你会觉得说半干不干，你就很难去抉择，那你就让它干透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哦，不是很重要。一样的啦，只是大字的。哦。因为今天不需要用到那么大字。这边没有珍珠吗？有、啊。有。在这边啊。有。有。等下就用。今天还多了。啊，新笔了。没有啦，都旧笔啊，我没有新笔。我没有新笔、啊。好，这边哈。那个是洗的。还是你洗的？那个好，我可以看一下。来，好，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哦耶！哦耶！来，这个颜色哈，从我现在后面已经干了啦，我从后面开始来。橘色，哦，朱红的调子，很淡哦哈。从后面的这个很远的，很像是山哦。用橘色哦，用朱红就直接画就好了哦。朱红，哎，黑的色呀。朱红，来这边坐。好、哦，朱红后面的这一层，好，这边第二层先上朱红。我先上朱红。糟糕，不是很习惯，还是换回来好了。对啊，没有水，它弹性超好，但是没有水，续航力不足。不行，不能给厂商看。哦，是，我会回去把它剪掉。这次有业配的对？没有啦。这次老师买的。那个拍片前要先声明，这都是我自己买来，没有厂商提供。对，加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哈。好，这边再来，整个刷过去，好，整个一起做哈。然后后面有一些旗子啊什么哈，一起做一做，你随便做就好，高低不一样就好，有变化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这一层，我再加点薰衣草哦。你这个暗面是要呈比较橘色调的。对。后面这一层，欸，我刷一点水哦，因为它都干掉了吼。是。这边刷。哦，也是。它没有，因为它里面带一点薰衣草色了。哦。薰衣草色哦，来哦吼，点进来。我先做这一边，等一下再做另外一边。好。好，然后稍微欸，因为哦，你看它这边有点起伏，我如果没有立起来哦，这边会出现一条水渍。哦，这边就会出现一条水渍，所以我就把它立起来。好，这边，哎、欸，这边带一点橘，哎、欸，朱红，橘就朱红啊。这边，哦，这边，好、哦，灯光照下来，上面稍微偏朱红一点，但是色彩哈、哦、越来越饱和，哎，稍微饱和一点。你说这边啊、哦？哦，不是不是，那个是指纸不平。哦。它那个水会回流回去我上半段的部分。对，所以不要让它出现那一条水渍哦，哈。嗯。好。哈？哦，没有。水渍放盐巴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对，它会干掉。来这边哦，水波纹。水波纹哈、哦。哎，就是那个波纹啊。就是那个水纹啊，倒影啊，倒影，嘿，怎样？不是吗？对对，就是波纹。波纹，好，来带一点紫色，那个，土耳其蓝哈、哦，这边，来这边哦，注意哈、哦，用这边的暗面哈、哦，
把这个船的那个轮廓勾勒出来。对对，慢慢的往前面接。哦，所以我们稍微，嘿，没关系，因为水很多，它等一下会变超淡的。好，这样，哦，先把这层先做好。好，接下来继续做了哈，加朱红进来。哦，灰脏脏的哈。这画这边。对，这边船，哦，船这边一条一条的。哦，做出来。哦，乱点乱点。哦，乱点这样。哦，这边。对，欸，横排的过去。对，应该起码有四五艘吧，我在想。不用留白，就直接给它刷过去。直接刷过去就好。哦，不要留白哦，哈，因为你留白之后会超亮的哈。会觉得好像很哎，这边哦，把那个船的边缘我们再收拾一下，好，然后到下后面这边哦，不理它，我让它留下来哈。那我们喷一点水，让它柔化掉。这边就让它柔化掉，这样。好，这边再分哦，这边不够，来，朱红加回来，其实它会有点像咖啡色啦。哦，就是折色调的，哦，比较偏向，焦褶跟红褶之间的调子。哦，这个地方再加重一点。哦，越往前越深。哦，这边。几个比较亮的地方哦，等一下我会用洗的把它洗出来。哦，旗子。哦，你乱点就好了，点个亮暗面。哎呦喂啊，太，哎，那个太多了，那个土耳其蓝太多了。哦，应该是朱红多了哈。我，这样做，哦，这样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就是亮暗面，亮暗面去做就好。老师，这个竹竿你不会画吧？它很丑。要画。老师有画。我有画哦，嘿。哦。但呢，我得个的哥的啊，整起。嗯，对，卖道菜的了呵。这个还有一个船身。好，一样哦，越靠中间哦，越锋，哎，就是越明显啦，哈。嗯。越靠中间越明显，好，其实你只要浓度浓一点就好了，因为哦，你浓一点也会比较深，哦，你改用浓度浓一点去做。哦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一排就慢慢的就会。就完成了。嘿。边吼，在哪？哎，最好。啊，如果干了，喷水。喷水，可以再来一次。其实是可以喷水的，你们。哎，不会。不会，你等完全干，你要等完全干了，你不能太。完全干就打水就好了。对，你不要太急，因为有时候太急哦，你就会有时候没有干，你就开始喷，然后它就会开始出现水渍，你又会开始一直修，然后越修就会越脏。对，通常都是这个状况嘛，因为你会紧张。不会紧张啦，是画不好。哦。这边的调子我就没有用很多，哦，用很少。第二面旗子。啊？蓝色的。哦，对哦，没有，因为这样抬头好累哦。对，不要记我缺点哦。这个旗子的地方。那个都是旗子啊。嘿，它这个有好多旗子。画出来还蛮漂亮的。好，来这边再来，这边有颜色哦，这边不是没有颜色，因为
反光都看不到。来带一点紫色进来，我慢慢再带一点紫色进来。好，这边暗面的地方再来。蓝紫呢？嘿，红紫啊，红紫。这边刷过来，这边凸起来，这边再过来。这边立起来的地方。眼睛稍微眯着画就好了。眼睛不要睁大、啊。眼睛眯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补补啊。对啊，我知道。但是说眼睛眯着画，书上常写说眼睛眯着看，你就不会看，你就不会看到很细节的地方。对对，你就看到是比较大片大片的面积。一样啊。眯着还是看到细节。老花眼，眼镜拔掉，看不到，全部都用渲染的。眯着怎么会看得到？千里眼啊，可以啦，代表你眼睛很好。它这个船上有很多的线啊，线索这样。线索？不是线索啦，就是绳子啊，绳缆啊。绳缆都讲话都从后面往前讲。问到中去了。现在上国文课。没有没有，国文不好，对不起国文老师。现在才知道国文的重要这样。没有教画画都不会知道。啊？什么？没有教画画都不会知道，教了画画都不会。才知道国文不好。因为讲的人家听，讲的学生听不懂。是国文不好。哦，这个。马达。画这么细吗？这不是细节，那不是重点，不是吗？欸、等一下，我们再把亮的点出来就好了。细节太多。对对，等一下再把亮的点出来就好。好，再画这边，好、哦，一样对对边画过来，哦。那边的船啊。哎、欸，对面，这边的船。好，对边的这边哦，稍微深一点，因为代表比这边再前面一点。哎、欸，一样的这个颜色，朱红，然后群青、紫色，就这几个颜色而已。都这几个颜色在变而已哦，好，这边坐过来，带一点水，带一点水哦，哈，咦，还是立起来哦，你们在家里不要放平着画哦。知道，老师有说过。因为我现在如果放立起来的话，大家会看不到。这边稍微深一点。哦、不要画太平整哦，点一些出来，哦、比较细的地方，这样一点点水，一点点清水，让它里面有一点变化。好，越到前面一样，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深。好，我们紫色加多一点进来，一样哦，这边过渡我还要再加土耳其蓝进来，这边更不规则了哦。不要太整齐哦，你随便画就好了吼，哎随便就是不要这样很整齐的画啦，就是这样很不规则，哎抖抖抖，都是左侧是比较暗嘛，对左侧会稍微暗一点点，这个比较浅，这个右侧比较前面，就是说你这边颜色不要对画过来，但是调子是差不多啦，只是稍微深一点。那比较深的意思就是说，这边比这边还要前面，这边比这边还要在前面，意思是这样，有一点这种感觉。那因为你如果对着画，有时候，也不是说不行，但是它就会变成你的轻重一模一样嘛。那你会好像左右边的那个相对的位置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边哈，我留一道亮的，就是这个船这样翻过来这样。哦、我们自动留一些亮的出来、哦、就是说你觉得它是亮的请你就直接留了、
哦，就不要再把它涂掉，哦，这样过来这边，好，有没有？这样看起来就很完整了。好，那细节哦，继续做，因为啊，对啊，不然这样撑不到三点。还要撑半个钟头？没有啦，不需要啦，不需要啦，我只是开玩笑。我们对啊，再画一下就好了。我再把细节做一做，然后等一下比较亮的地方，我可能会稍微清洗一下，哦，洗一下，这样会更好。哦，这边再加重一点，前面就会再加深一点嘛，哈。这个时候，你如果想要做那个船上的那个小灯，有没有？你就点水进去就好。没有啦，自己点啦。我也看不到啊。没有啦，我是说，你想要做一点船上小灯，你一样就点水进去就好。一定要拿那支笔，对不对？不然没有办法交代。对，没办法交代。没有开玩笑的啦。你就点水进去，它就会再出现那个小灯出现了，好，就类似像这样，哦，你可以这样处理它，清水就好了。好，再浓一点哦。来，一样那个紫色加朱红，都是紫色加朱红哦。啊，下面这边再加重一点，这边再加重一点。这边这个，它那个蓝旗杆，对，桅杆，哦，桅杆。对啊，这个不是旗杆，它是那个船的那个。来，再带一点紫色进来，紫色加到刚才的颜色就好了哈。来，这边再来哦，再多做一些。这边的船身，好，我们再分。船身再分。哦，不要一笔画到底，断断续续、断断续续的去画出这样子的感觉出来。郑老师，你那是一艘船。哎，对啊。哎，不是啊。这应该不是一艘船，这应该是一个码头吧？不是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有点像延伸出去，然后两边哦，提岸，哦，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，的那种感觉。哦，那不一样是，是，哦，好，就是。好，哦，是啊，不要勉强。督学听不下去，督学听不下去，乱讲话。对啊，老师讲这个比较好笑，比冷笑话。真的哦。对啊，画下去都云深不知处了。大家都很开心。还说什么冷笑话不好？想很久。对啊。这样我就很想再露一手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不要再乱讲啊！继续再浓一点哦，什么颜色？哎，一样，只是比较浓而已，朱红加紫加紫色而已，哎，加紫而已哦。其实我颜色用不多啦，知道。对，但是就是浓淡的差异而已。对。好，哦，就是浓淡的差异而已啊，因为其实不需要用到那么多颜色，你只要浓淡去做，它其实变化就会很多。那最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？你是在做明暗而已嘛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把亮暗面处理出来，事实上你会发现，你其实整个层次就已经很足够了。所以不用很多颜色，画不出来。啊，不会啦。会的。是。画不出来。可以的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。这边暗的哈，在背光的地方再深一点。都是现在已经干掉了吗？对，干掉了，这里都干掉了，这边都完全是干的状况，打扣扣。所以他们不用做了。要做啊，要做。还要做。要啊。还有这样讲。再加重一点，
再把这个背光的地方加重一点，因为这样那个水这边会看起来特别亮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我们再加暗一点，再加干重叠上去就好，但是不要整个盖掉哦。嗯，盖掉就会像画格子。对。干重叠。哎，现在干重叠而已，但是水也是要有点水啦哈。嗯。可是底下颜色已经透不出来了。对。但是我们叠上去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点，你先有一点可以把下面的颜色有一点小微微的露出来。哦，这边前面我们就不处理它了，就做这一圈，这一圈很重要。这个背光有几个地方比较重点的地方，我多处理一下。我这边这样，船长这边好，这样有没有一圈这样就完成了？接下来我把这边微微的洗一下，就是靠近这边把那个船的那个就是，一条一条的亮面，洗这边就好了，洗前面哦，后面不要洗哦。我例如说这边有一船的那个厚度。有，这里有没有？嗯，竹竿是最后再画。哎，竹竿最后再画。老师，你今天用这种笔，你为什么不用扁笔？啊？什么？第一次看。为什么用这种笔？为什么不是用扁笔，要用这个？要用这个啦。对对对。这有什么诀窍？不是啦，因为这太贵了。拿得起，我已经洗坏一只了。啊，那我划不来啊，因为老师你就用这个就好了。这个好洗吗？这好洗耶。好洗啊。好洗。我也要买。对啊。买好用的。不是，这是最新的，但是因为厂商没有给我代言费，我不能讲。用那个洗就好，去买。哦，修复呀。这是叫擦擦笔，就是这个哦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同学帮我买的。很便宜吗？很便宜啊。对，很便宜。这个换坏了你也不会那个心疼。而且最主要是这个一定买得到，是不是做留白胶的？不是不是，这是专门洗的，这是新产品。不是这，不是这，麻擦，对吧？不是要讲麻。啊？没有没有没有几个吃。那我们要买什么东西？没有，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。好。我们私底下讲。哦哦哦，知道。这样子。这个比较细吗？有。这个不是啦。这个比较硬。不是。比较硬。其实我觉得都好洗，但是因为这对啊。这个很贵。这个洗坏掉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。啊，这个洗坏掉会很。那个是我已经洗坏一只300多块。会坏哦。会坏掉，会坏掉，洗会坏掉。一只不止300多块吧？这很贵。没有，我是指1公分的那一只。其实最小那只一公分就300多块哎，这个我知道。对啊，那我实在是。之前我有买四只嘛。对，这个一只大概，小的大概不到100块，啊，这个大一点大概100块而已。所以我相对上面我是觉得比较。那以后就这种。对啊。心有多疼啊？对啊，对啊。没有，我洗粗一点了。然后这个就会变细一点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就是把船啊那个亮的地方这样洗一下。船身也洗。嘿，船身不用洗，洗那个就是船边的那个厚度感的地方就好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有一条一个亮一个一亮一暗一亮一暗这样的感觉，事实上就够。然后这边哦一样，你也可以洗一些出来啊哈、哦，这边这样子，好、哦、亮点的地方洗一下。哦、这边再洗一点点、哦、洗一点点亮的地方出来，有没有？这样你的细致度就会更高。好，那个线的部分、哦、它前面有一些线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洗。这边、哦、当然你可以用画的啦，就是那个染，就是染线、哦、染线还是什么。现在用刮的不好看吗？刮的你可能现在来不及，但你可以刮，你可以刮哦。老师，你做那个、哦。
比较好洗啊。对，这种的。哎，它在转向比较困难，因为它太硬了。对，它比较硬。对对，但是为了成本考量。对啊，这个真的太贵。不然我还是喜欢用那个洗。啊，这一支现在要多少？这个、哦，哎、欸，就比较贵一点，六七百，比较贵一点啊，不止，涨价了、啊，它因为它涨价比较贵，一小支也要，但是还是好用啊，像洗长线我一定会用这个，可是还是比较好做，对啊，一千多呢，一千多，这支现在一千多了，太贵了，以前就一千多了。但是又涨几百块，对，没有几百块啦，涨几十块而已。哦，还好，还好。对，对，哦，还好还好。但是还是贵啊。对啊，机会。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可以再洗一个亮面出来，就是说旁边，因为这边我们就不去弄，就这样做就好。然后这边当然有一些那个，这个也可以用洗的。哦，这个线条，哦，这样去洗它，哦，这样的话，你的变化度就会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这样就出来。好，然后这边哦，上面这边哦，我再多加一个，稍微云这边再加强一点。啊，那个白色。哎，不加水哦。更凸出来。让这个云哦，下面这边的云更浓一点。朱红，直接叠上去就好。然后上面吼，往上刷水，让它晕上来。刷新水。水不要太多哦，水太多会那个哦爆出来哦。水不要太多。对，这样。哦，补。哦，因为刚开始不够哦，然后再洗一些上来，这样就不会整个太浓的调子。哦，这样躲在下面的太阳。就会多一个层次出来，好、哦、这样，好、哦，然后这根我们再画一下，就是这根竹竿，好、哦、这边，紫色，带一点群青哈、哦，再深一点，这样下来。到这边速度快不见，让它有点飞白的状况，哦，它就会很有变化。来，上面这边我们填一点朱红进来，填一点朱红，这样变化会更多。填上面就好，那下面让它慢慢虚掉，哦，慢慢的虚掉一点，哦，这样你就会很有变化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那这样大致上画起来是这样子啦。哦，给大家做参考。哦，这样不用画了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水波纹就不用画了，就不用了。倒影，嘿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那个阳光，嘿，那个太阳好像涂对的，好像比较开。哦，那你水多一点，把它挤开一点，就是你的水多一点而已啊。这边哦，你看这边还可以洗，这边再洗一道，我这边慢慢洗。等一下哦，用姜肉色不行。不要，姜肉色就是会灰掉，就是我们尽量，尽量不要用就不要用。让它干，也就是不要用白色跟姜肉色，尽量不要用。这张。那是万一不得已的时候用的啊。对啦，对，我们都会用啦，但是就 我是说点亮的地方，点亮的地方万不得已，最后那是最后手段，是永远都是以先留为目标，好不好？先留白为目标，因为白一定不会变色啦，原因其实在这边、哦、但是多了它就会变，那我们还是以不变应万变，怎么会变这样？我别讲了呢。现在流行混搭。对 对。其实这个比较好洗啊，坦白说。没有，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好洗，但是成本实在是太高，因为其实洗很容易把笔弄坏掉。
对啊，嘿，真的很容易弄坏掉。妈妈是常常画彩绘啊，我常常画。老师在教学啊。不行，那你就要常画、啊。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不画呢？老师，你穿身当时用土耳其蓝嘛？哈、哦。对。如果我们用钴蓝呢？钴蓝也可以，那你就全部用钴蓝。那个，反正你调子就一样就好了。你不要换来换去，因为换来换去，它调子一变的话、嗯，你会不好掌握。所以我建议就是，像刚才就是说，淑文，你刚才是说什么蓝？嗯，他说的是蓝。我只说蓝哦、嗯，哦，你没有说什么蓝是？蓝很多种啊。嗯、对啊，不要战斗蓝就好了。还有没有，暖男可以，暖男可以。